春招当季，在企业急需招聘新员工填补岗位空缺的同时，部分求职者却仍旧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用工招人都有哪些困难？为什么会出现用工荒？听听企业怎么说。这两年汽车行业发生特别大的一些变化，新能源科技化，整个的从动力的总成、车机的逻辑、安全的系统，和原来在燃油车时代其实有很大很大差异。你会发现现在的大学生所学的专业很多的课程设计其实还是偏理论，我们不能说这样的设计它是没有用，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和企业的实际需求它其实会有一些阶段性的一些差距在里面。比如说呢，像车辆工程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就他们现在在学校学机械原理啊、汽车设计啊等等很多的理论课程，但是也有多少同学能够去完全的拆一辆汽车组装一遍设计一遍呢？其实还是挺难的。90后、00后他天生的对这个网络是有个爱好，服装他觉得好像是个传统产业，他们是不大喜欢的。现在中国大陆呢，整个这个服装行业的一个机械化程度还不是很高，服装这个东西它是非标产品，他只能做一个普通的线上工人，做这个独立操盘的做不了。我们公司现在90后的占整个这个用工的不到10%，大部分都是主力，现在80后，还甚至还有一些70后，有些人还在戴着老花眼镜来做事。我们是食品加工行业，本身的话它就会比较辛苦，然后现在的大家受教育程度普遍都很高，都更偏向于去参加脑力活动，比较少人愿意去参加体力工作，招工会比较困难。一些求职者表示，当前找工作正面临着专业不对口、招聘岗位少、薪资待遇不符合预期等情况。7月份就开始找工作，但是我在10月的时候才接到了第一份 offer， 中间呢我投了5-60家企业都没有任何的回应，他们开放的往往只是一两个适合我们本专业的职位，但是这一两个职位就意味着有成百甚至上千的人跟我们去竞争，就有很大的压力。我是去年呢10月左右毕业的，国内的毕业时间是一般都是6-7月左右就取得了毕业证，因为存在这个时间差的问题，那么我会错过一些春招或者秋招。我现在就读这个专业是策展与文化领导力，求职的过程中呢也存在一些用工需求和这个专业不符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上一份工作是做汽车行业的，现在准备换工作，他们人力都会说工作会有一点加班，工资开的稍微有一点低，这些都比较常见。用工荒与求职难同时存在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未来该如何科学应对？专家表示，就业市场供需双方不匹配是一个结构性问题，随着经济形势的明朗，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这个用工荒和就业难同时存在，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这叫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因为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捕捉到经济发展需求的变化，高等教育里面的专业设置、学科设置，这可能需要我们做更多的调研工作以及预测的工作。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在过去2-3年之内是有一些周期性的一些因素的冲击的结构性的问题，那同时叠加周期性的影响，使得企业和经济的活力它可能没有展现出来。我们今后一段时期可能随着经济形势的明朗，周期性的因素可能会向好，就能使得根源上的结构性的问题得到长期的缓解。